我告诉总统说，我无意在这个行政院长任内担任太久，所谓太久意思也就是说，比如讲说到明年的地方选举，我相信会有很多。税改是您跟徐部长去先出来一个报告。所以我经过这个意见交换，当时我们也跟总统提到，我们也就可能接任的瑞士人选呢，有做交换过意见，那么同时也对这个部分呢有一个一致的这个共识，那么当然这个总统也希望我去能够就这个部分呢去了解当时的意愿，但这个部分我想都是涉及到总统的权责，在这边我就不再多说。好，谢谢。